游戏。男孩打游戏是天然的，无师自通。拿出我的手机，打开游戏看一下。你等级怎么那么高？像我们这种聪明的人呢，学什么都快。在这儿都能碰到，缘分吧。想死你了！你今天这是怎么了？以前在学校里打人的是我，拉人的是你啊。周全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看到周全得到自己的幸福，特别开心。不过啊，你跟慧婉狼狈为奸的事情，我可要好好跟你算账。那些都是过程，是手段，结果才是最重要的。萱萱，我也会让你一直幸福的。我能做到的就是一直给你安全感。我之前没有给你讲过我离婚的事情吧？啊，你坦白完了，到我坦白了。萱萱，你套路我。那你听不听嘛？听，我只是觉得我的感情历史比较苍白，觉得自己没有面子嘛。那你继续，你继续。我呢，就是一个没有事业、没有自我的家庭主妇，被职场女强人夺夫的故事。我觉得好像付出了这么多年青春，却成全了别人，所以我刚离婚的时候，特别的自卑，也特别的敏感。我没有能力养活我自己，所以当我知道你那辆车几千万的时候，我恨不得从周全的家里跳下来。还好是你收留了我，所以你给我的不仅仅是一份工作。因为我想给你爱情，也想给你个家庭。平等的谈爱，你这样我会很没有安全感，因为我也不确定你什么时候才能让自己觉得满意。这个就是我们应该要。好了，就到这儿吧。回忆网，拥抱一下吧。哎，你别太过分啊！回忆网都说了，我是他最好的朋友。拥抱一下怎么了？真抠。反正就最后一次嘛，你要是下次再敢这样的话，我就给。辉网啊，我想喝杯咖啡，去帮我买一下吧。哎，你行不行啊？你是不是觉得我特别好欺负呀？行行行，两位姑奶奶别找我茬啊，我去给你们买咖啡，一人一杯啊。这么差不多。谢谢你，周全。不是你干嘛呀？无事献殷勤，非奸即盗。其实我真的挺感谢你的，你虽然嘴巴刁，但是我知道你都是为我着想的。这过程虽然让人极其不舒服，但好在这结果是好的。哼，是真心的吗？真心话。好了，没人跟你抢回忆网了。他就怕我再一次自杀，所以才一直帮我的。整个过程都对我彬彬有礼，客气有加的。这分明就是在告诉我，他只爱你，我没戏。那你干嘛一直做出一副横在我们中间的样子呢？那我也没有办法呀。那长得好看的姑娘，那肯定是让人怀疑的呀。那你要非要把我当成假想敌的话，那只能怪你自己不够自信了。莫云云，我警告你啊，你要是再敢踏上我的地盘，我真的就对你不客气了。你知道会议网为什么一定要求我去参加你们的求婚吗？为什么？他说，
只有在我的面前他和你求婚，你才能扬眉吐气，才会觉得特别有面子。还真是个懂女人的男人啊，我好后悔当时没有。多去要点你前夫的钱，让他心疼死，然后当一个悠闲的富婆，然后就是保护好自己，注意安全。没想到到最后关心我的人竟然是你。好啊，情侣咖啡你们情侣之间喝吧，我先走了。哦，替我和辉网说声谢谢，等我有钱了我再回来抢他。走了啊，拜拜。慢走不送。哎，人呢？走了呗。走了？嗯。你把他赶走了？对，踢走的。哦。哎，回家啦。我送你去吧。行，反正顾校长也当过你的校长，八十大寿应该送点贺礼过去的。好，走吧。停好车你就过来啊。高女士。嗯。哎。哎，走了啊。哎，好，慢点啊。再见啊。你干嘛呢？看见初恋男友了？别乱说话。哎，我好像看见大成总了。啊？嗯，也不奇怪，他还认识顾校长。哦。嗯，你记不记得有个同学叫高威啊？嗯。嗯。哦，对了，我一会儿还要给周全取个快递，我先走了。我陪你啊。没事，你好好上班吧。嗯。
不要再继续好奇下去了。有些事情知道的太多，只会伤害到你爱的人。结果是，你跟程丽都未必能承受的。我和您一样很心疼程丽，但是她已经是成年人了，她能承受与否，应该自己来判断。我也不知道，她现在是否有这个承受能力。所以说，我已经很接近真相了吗？我一定要知道真相到底是什么，这样我才能判断，这样。对我和对程丽都会负责任的，寻寻。十年前我们俩见过，高考前七天。喂，妈，哎，你帮我把那个小时候装笔记本的上锁那个箱子给我寄过来吧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别寄家里啊。万一里面写着暗恋谁呢？少佐看到不太好。我给你个地址吧。啊，那就这样吧。好，那我就先出去了，我去工厂一趟。带着包小静一起。为什么带个前台去啊？他也要跟业务线啊。那准哪天我退休了，他就是你的新老板。喂，神助攻哦。嗯，我们美妆是创造美的行业，什么东西能让人由内而外的美丽？什么呀？是爱情。程总说什么都对。你说你天天躲着我至于吗？不就因为我爸是大股东吗？嗯，压力有点大，早知道以前对你好点了。那你现在对我好还来得及啊？不，你干嘛？我喜欢你。不是，包小静，你说什么呢？我喜欢你这事至于这么震惊吗？咱俩不合适。那我还觉得你跟寻寻姐不合适呢，你当初不也喜欢她了吗？所以失败了呀，人才跟了程丽啊。可是我觉得他跟程丽比跟你更不合适，人家也成功了，这说明什么呀？这说明爱能治愈一切，能战胜一切。可我不爱你啊。感情是可以培养的嘛。我不喜欢整容脸。你认真的吗？啊，我对一切虚荣的美丽都不是很喜欢。那你跟程丽天天在公司给我们打鸡血，说美妆是创造美的行业，每个人都有追求美的权利，可怎么到我这儿就不行了呢？难道就因为我是整容女而不是化妆？我觉得一切自然的都是美的，而化妆只是让自然的美更明艳而已，这是物理改变。而那些整容呢？那些整容是很多人对一些美的刻意追求，那样的美千篇一律，没有任何特点，没有任何辨识度，这种美有什么意义啊？好，那你记不记得你当初直播的时候你说过，你说你伴娘炮是因为美妆行业潜规则，是因为美妆对直男的歧视，那你现在这样做是对整容女的歧视啊？你这样做和当时扔你石头的人有什么区别？你那天替周全收什么东西了？啊，哪天啊？哎，没事。你妈给你寄什么好吃的了？不是什么好吃的，就是生活用品。你还没告诉他们你离婚的事情啊？喂，陈老师，你们在哪儿啊？我找不到你们了。哦，好的好的，老师再见。
有人吗？我去找人救你们。你害怕是吗？喂，陈老师，我是令寻寻，我发现了两个受伤的小孩，对，就在我们下山的路上，你快打120。小心点啊！慢一点，慢点，慢点。上来，走。你在干嘛呢？这么久没有开门，是不是在做坏事？我在换衣服呢，你怎么还不睡啊？嗯，怎么啦？没怎么，我有事才能抱你吗？就是突然想你了，如果可以这样一直抱着，照顾你就好了。都是我在照顾你好吗？是是是，你照顾我，照顾得特别好，我要好好感谢你，还要感谢你的爸妈把你给生下来。怎么突然提到他们？没有啊，就是希望他们放心，我们在一起会很幸福的。嗯，你信命吗？我以前不信，现在信了。为什么？因为遇见了你啊。如果说我们的爱情是命中注定，那是不是以后不管遇到什么事情，都要彼此坦诚面对？因为命运会给我们指路。你今天怎么怪怪的？我哪有怪怪的？啊，我要睡觉了，你快走吧，回去，睡觉。嗯。嗯，拜拜。拜拜，晚安。喂，爸爸，哎，你跟妈妈说啊，包裹我收到了。什么？他来过了？你联系不上他？你好，您所拨打的电话已。程丽。我爸跟我说我妈来过了，我爸爸联系不上他，你说他是不是什么都知道了？他是不是去找施少祖了？我该怎么办？别着急，阿姨肯定没事的，我给他订了酒店，我先打给酒店问一下啊。什么？你见过我妈妈了？
请问你找谁？喂。喂，你好，请程先生接一下电话好吗？哦，好。哎，你电话。喂。哦，好，我现在出来。雪雪，我出去一趟。嗯，去哪儿？干嘛？你不放心我开始查我呀？没有，你去吧，去吧，谁查你？阿姨你好，我就问你三个问题，你坐吧。你和寻寻是离婚前就在一起，还是离婚之后？离婚之后，而且离婚不是寻寻的错。你多大了？23。看出来了，你很年轻。那你知道寻寻有孩子了吗？嘟嘟啊，我们是好朋友。哦，你见过嘟嘟了？对，我很喜欢他。你别告诉寻寻我来找过你。等他做好心理准备的时候，自己会来告诉我离婚的事情。要是我家玄玄能在20岁的时候遇见现在的你。阿姨，您不用在意我跟玄玄的年龄差，也不用担心嘟嘟会成为我们之间的障碍。不担心是假的，但是玄玄离婚这么久一直瞒着我，让我知道担心也没用。阿姨您放心，我一定会。你不要对我许诺什么，今天我来见你并不代表我认可你俩的关系，你们两个好自为之吧。阿姨，要不您今天先别回去了，明天我叫司机送您回去吧。我在这儿给您订个房间，您就休息一天。不用了。您也不想让寻寻担心您对吧？嗯，好，谢谢。我刚才问了酒店，他们说阿姨刚退房，我们现在过去找她还来得及。没事儿，他刚刚也给我微信了，他已经在高速公路上了。他说，等我想清楚了再联系他。萱萱，对不起啊，我不是有意要隐瞒的。应该是我对不起你。我一直没有处理好自己的生活，一开始跟你隐瞒嘟嘟的事情，然后跟我父母隐瞒我离婚的事情。你是程丽助理吧？他知道什么了吗？阿姨，我是程丽的助理，不过我和您还有高威有一定的渊源。10年之前高威和程丽在山洞里受伤的时候，我是第一个救出他们的人。你是他们同学吧？都长那么大了。阿姨，我是他们师姐。哦，难道说程丽其实一直都知道这件事儿？他的病是装的，没有他妈妈说的那么严重。阿姨您误会了，程丽的病真的很严重，不然也不可能找生活助理。只是他不知道背后的隐情，他也不知道我就是当年救出他的那个人。我也是在顾校长80大寿的时候看到您和程丽的妈妈，才觉得这个事情背后一定有缘由。天下真有这么巧的事儿啊。我也觉得挺神奇的，可能我就是冥冥之中要解开这件事情的人吧。不过我得先知道10年之前发生了什么，为什么程丽的妈妈宁愿让她一直病着，也不愿意告诉她真相呢？两个孩子双双受伤，我们学校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，现在跟你们通报一下调查情况。同学反映程丽转学过来有些孤僻，高威经常欺负他，
两个人关系平时就不好。不可以打架的，别烦我，有种单挑。好，一会儿半山腰有个山洞，里面有蝙蝠、毒蛇，你要敢跟我一起进去，我就认你当老大，以后你说了算。出事那天，两个孩子打赌，但其他人都没进山洞。老师，老师，程丽和高威不见了。程丽摔的时候应该是手掌着地，因为手掌严重挫伤半骨裂，但让她头部着地有了缓冲，所以只是轻微脑震荡。高威比较严重，他脸部有被殴打痕迹，面颊上还有脚印，有点像倒地后被人踩踏。你们把我儿子怎么了？我儿子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我杀了你们！哎，冷静，冷静一点，冷静！哎，别激动，别激动。这只是通过表象判断的，等孩子们醒了，自然就知道真相了。你是谁？现在只是维持他的生命体征而已，他陷入深度昏迷，随时可能脑死亡，要不要继续维持由你们家属决定。 我们要维持，我们要维持，医生救救你，救救我孩子，救救我孩子。后来程丽得了严重的应激性障碍，他根本想不起来当天发生了什么，那场事故的缘由也无从追究。两个孩子成现在这样，我们谁都不想。高威以后的后续治疗我全权负责，只要我活一天我就管他一天。但是程丽现在的问题是他有严重的心理障碍，就算他能恢复正常生活也未必能记得起当天的情况。我要送他去国外治疗，换个环境也许有助于他恢复。就这样程丽到了国外，可后来我发现程敏瑜把他送到国外不是让他想起这一切，而是让他忘记这些。他害怕程丽承担这一切，假如那一天真的是程丽对高威施暴，那么程丽将来担负的压力就不仅仅是应激性障碍了。阿姨，其实程丽一直想治好自己的病，但是医生说得了解病根才能对症下药。虽然我能理解程丽妈妈想保护自己孩子的心，但是这不一定是程丽想要的，您可能也有您的诉求，所以才会一再的找程丽。这件事已经十年了，孩子们都长大了。对于程敏瑜我很矛盾，我恨他，可能就是他儿子把高威害成这样，他们都是加害者。我也同情他，那一天我亲眼看到她丈夫去世，小三上位，她很窘迫，我也感谢她，尽管那时候那么难，她仍然在努力地赚钱，给两个孩子最好的医疗条件。以前我也觉得程丽的妈妈挺霸道的，挺不可理喻的，但是我后来觉得一个单亲妈妈在这么艰难的情况下还努力打拼，我真的挺佩服她的。她现在有钱有势了，现在能主宰一切了，可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人能给我儿子一个公平的说法。我问过律师，如果刑事赔款他这几年花的钱早就超过了当时法院能判定的数目，可是我的儿子还一直瘫在床上，他醒不了也不愿意去。我想高威需要一个说法，让他灵魂释然的说法。这个事情如何选择，我回去考虑一下。
谢谢你啊，姑娘。你喜欢程立吧？你们健健康康的，谈情说爱多好。可我儿子只能躺在病床上。萱萱，你已经知道了。程总，叫我程阿姨吧。我终于知道你为什么不让我知道的原因了。你知道我背负这些压力十年了，我害怕你是第二个我。你未必是程立在爱情上最合适的对象，但是你是程立的救命恩人，这个是我们全家一辈子欠你的。阿姨，我想告诉他，让他去选择。十年了，这些年程立的经济实力并不差，在这个过程里就算我拦着他，他也完全有能力自己调查这个事情。所以你有考虑过，其实程立自己内心也是恐惧的吗？你好，请问您是？我在这儿工作。你是？哦，你是麦克总监吧？我是公司新来的前台。你这几天一直在工厂，我们还没有见过。包小静呢？她应该是辞职了吧？我也不太清楚。林萱萱，我想看投屏电影。我在洗澡呢，你打开我桌子上的电脑，点开搜狐视频。高威。